见见，拿着东西可能回家，他不需要废物。你妈不会真的以为我和你睡了一觉，就要对你负责一辈子吧？这张卡拿好，从此别他妈来找我。You could go home, escape it all. It's just irrelevant. It's just medicine. It's just medicine. You could still.What you want to, what you said you were when I met you. You've got a warm heart, you've got a beautiful. 林女士，你可以进去了。好，谢谢。吕女士，你来了，你去坐。吕女士你好，我是你的创号心理咨询师。那经过对你的初步了解，下一步可能会对你采取一些比较常规的行为疗法，还有认知疗法。那对于这部分，你还有需要了解的吗？医生，在我失去意识之前。我突然看到了一些场景，就我不知道。你先别急，你觉得那个是幻觉吗？稍微尝试向我描述一下。就是夏天的感觉，我和我几个朋友在一起，我只是有一些印象。那感觉特别快乐，但是。我记得他们是谁吗？这样的话也不排除是创伤后导致了运行障碍造成的感知失忆。那你能打我吗？当然，我会尽力。喂。喂，你好，李女士吗？啊，是我。喂，你好，关医生。是这样，我一直在分析你的情况，然后查了一些资料，但是并不是这么简单，可能采取一些常规的方法不一定会有效。很严重吗？现在不能告诉我。这个的话，三言两语也不是那么好的说清楚。这样，咱们明天九点吧，九点我等你，好吧？那好，明天见。好的，麻烦。李女士，我分析了你的情况，决定对你采取一种催眠的方法。催眠？对，但是跟一般的催眠不一样。普通的催眠呢，是以医生为主导，甚至在整个过程中，医生能够一直陪在病患身边。而我们要采取的是一种近乎放任式的催眠疗法，一切以你为主导。到时候你会进入到一种潜意识完全开放的状态，而我只是辅助你，对你潜意识边缘的记忆碎片进行充实和拼接。这个给你。但是你在潜意识里边待的时间越长，催眠疗法的可控性就越差，所以说你的时间并不多，一旦超出某个安全的时间范围，你可能就醒不过来了。当情况变得不可控的时候，我会打开唱机，听到唱片的歌声，顺着指针的方向，你就能回来。我们开始吧。
女士，记忆并非绝对客观，你要尽可能精准地回忆起当时的时间、地点，做到最大程度的还原，才有可能在对的时间找到他们。2015年9月20日，第二次催眠，准备好了吗？3、2、1。When I met you, when you